老公，肚子疼。媳妇儿，我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媳妇儿，你怎么办？那什么，媳妇儿，我，你等一下，我先给你拿点水喝啊。要不然你跑哪儿去？啊，那怎么办啊？我给妈打个电话啊。嗯，洛南肚子疼，都成了一身汗了。出血了吗？啊，没出血啊，媳妇儿。没出，是不是特别疼啊？你说呢？都出了一身汗了。别慌，你们马上到医院来，我等着你们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胖子，快点，我媳妇要生了，你快点，快帮忙，媳妇儿。哎，怎么样，洛南怎么样？啊？快帮我看一下！我看我怎么看呢？有打电话叫救护车吗？不行，来不及了。你别动手，这疼的不行啊！你动手也不管用。哎呀，小凡，你这个东西，快拿箱子！哎呀，快拿东西，快疼啊！你这来，媳妇，来，走，抱你。我不行，走，这么多东西，你这搬家这是？不行啊！胖子，快点！要不然你这装什么？让他换一下，要不然等我会儿。哎，待会儿胖子，等会儿，那什么，电视柜里头有一个塑料的绿颜色的一个口袋，里边装着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准证什么的。不早说呀，你等会儿啊！你快点儿！哎，导演。上厕所，妈说了，你要上厕所就是生了。你再说上什么厕所啊？你快叫车去，快叫车！我叫车去，你别等着。我真忍不住。不行，你必须得忍着。妈说了。你知道我多疼，你知道。不是，你是上厕所的。上厕所里怎么办？快点的车呢？没有车呀，这边哪边都没有啊！快想办法呀！等一会儿，我遇到车了，我办法。不行，不能上。上厕所就是要生孩子。不行，有车了。赶紧上车！快点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怎么坐呀？你唬死我了！你看，爱坐不坐，没别的了，赶紧的！还不够丢人！来，媳妇儿，死马当活马医吧！来吧！二姐，我也忍不到医院了。你扶着点，扶着点！这怎么扶？扶着点，慢点啊！听我！查！扶着点！袁小凡，快点的！走了，快走！媳妇儿，你听住了啊！快了我！媳妇儿一定挺住，要他都死了！去你大爷！你才死了呢！快点！媳妇儿挺住！下车！袁小凡，别跑！马上到了！一定行的，快点！快了！全行！我警察叔，我老婆要生了没车，我没办法，我赶时间呀。警察叔，你开老婆马上生孩子了。忍忍，老婆，忍忍。来，走，忍忍。哎呀，赶紧，文员子，你别磨磨蹭蹭，你这快点，你这是，快！哎呀，老刘，是，说着，一会儿就到。你都没车，都没动静。你说这孩子没办事，你说这。是了，刚才说的。你来不了，这招赘。你都没看见有车呀？哪来的？你这。叔叔阿姨，这儿呢。天津打警车来的。实在打不着出租车呀。
来，快快快，松松，我要上厕所。忍着忍着，快快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点。快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箱子呢？嗯，我箱子呢？我箱子往哪了啊？快把箱子给我找过来！哎呀，弄出来了！谢谢警察叔叔。你可别叫我叔叔，我83年的，没叫你叔叔就不错了。啊，这叔叔叫我八二的。好，我出租车司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哎，祝你生个大胖闺女。儿子，祝你生个大胖儿子。那个，我哥们儿呢？我哥们儿呢？啊，行。那祝你生个你哥们儿的大胖儿子！哎，好嘞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走，哎，再见啊，慢点开啊。好。是我生个我哥们儿的大胖，病句儿吧？哎，妈，怎么样？胎心正常，孩子很好。啊，生了，男孩女孩啊？还没有规律宫缩呢，一时半会儿生不了。那啥时候能生啊？这就不好说了。不是，他肚子怎么疼成那样啊？想上厕所给憋的，啥情况？